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一日，某养鸟的男子在峡谷中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到处寻找他的对手，凭借一手绿巨人吸血大法，此人所向披靡，危害一方。于是，峡谷正义之士经过日夜钻研，创造一钢铁巨兽，终于为民除害。那么这铜墙铁壁之躯如何造成的？且听大仙分析。护盾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知道，王者峡谷里啊，护盾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保护机制，在战斗中啊，也是无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护盾的小知识。之前给大家讲到过啊，护盾是无法让敌方吸血的，而且无法触发步强征兆、反甲、冰心、爆裂之甲的装备被动，因为护盾会吸收伤害，而这些装备的触发条件是受到伤害，所以护盾型英雄出这些装备的实用性有所降低。除了有些装备效果在有护盾时不能触发外，有些英雄的技能效果也是如此。那经过测试啊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有其他护盾的时候，王昭君的被动寒冰护甲是无法触发的，以此类推，还有女娲的被动、白起的一技能被动等等。护盾和回血技能虽然都是提供保护作用，但还是很不同的。护盾首先不会受到制裁梦魇的影响，除了增伤效果以及伽罗这种指定英雄有克制效果以外，难以从其他方面进行克制。除此之外，护盾在战斗前就可以叠加坦度，让你拥有超过满血的最佳状态，避免被秒。另外，护盾也是受自身双抗影响的，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啊，防御越高，护盾也就越能扛。那王者荣耀护盾种类很多啊，比如说风暴龙王的 buff 啊，魔女斗篷的法术护盾，安琪拉的霸体盾，瑶的真实护盾，嫦娥的蓝条护盾等等。那么肯定有小伙伴就会问了啊，大仙，如果多个护盾同时存在的话，哪个护盾会优先被打掉啊？那按照被消耗的顺序来排序，最先被消耗的是风暴龙王的 buff 护盾，然后就是魔女斗篷，然后就是普通护盾，最后就是霸体护盾和真实护盾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嫦娥的蓝护盾是最低优先级，也就是说只有到最后一层真实护盾时才开始消耗蓝量转化的护盾。知道了这一点，大家可以在游戏中更细节的处理护盾了。比如说你玩吕布，在风暴龙王护盾被打掉之前，可以先不要急着交出自己的二技能护盾，否则会很浪费。如果你使用刘备时，可以开大后再立刻开血手，这样当你血手护盾被消耗时，大招的护盾却依然可以持续增长。那玩过雅典娜的小伙伴一定深有体会，那就是雅典娜的大招护盾很不经打，经常就是开大后被乱拳打死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如果有个瑶跟着你啊，在你大招的时候给你套个真实护盾，可以把护盾量进一步提高，增加自己的反打机会。还有狂铁这个英雄啊，经常用完一三技能后就会被集火秒掉，但是出了血手就不一样了。狂铁在一三技能都用过后，用一下血手度过真空期，并且由于狂铁几乎是必出不死鸟之眼，血手的生命值消耗反而会进一步强化狂铁的吸血，让对手更加难以判断你真实的生存能力。在血手结束后的下一轮技能又赚好了，可谓是真正的永动机。另外，东皇的大招在吸到有护盾英雄的时候啊，护盾被打掉之前，东皇是不会扣血的，所以你如果碰到了开大的刘备，可以放心去吸他，不仅仅会吸掉他三秒的霸体，在队友打掉他护盾时，你自己是一点血都不会扣的，稳赚不赔。当然，理论上啊，如果你吸一个开大的张飞，也会有类似效果。但实际上，东皇一般不会去吸坦克，所以不做推荐。搞清楚护盾机之后啊，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，来看看那个倒霉的后裔到底是遇到了一个什么妖怪。所以有请本期压轴主角登场，六霸者的张飞啊，拿到风暴龙王 buff， 再被六霸者的瑶附体，然后开大，霸者换一个血手并用掉，最后被六霸者的刘邦传大开救赎之翼，这样一个超级无敌闪电护盾就出来了。打开面板可以看到，张飞的血量是21623，这个盾目测是血量的两倍，足足4万多的护盾。看看这让人头皮发麻的血量，后羿这手都射走了，恐怕他没有任何办法。好了，本期关于护盾的小知识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大家以后遇到各种吸血器也不用怕了，各种护盾伺候让他再也无法吸血，不过一定要禁掉伽罗。我是大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